Hello guys, welcome to Action Studio. 我们今天要来和 E 一起来玩这个 PID。Hello. Hello. Hello. E E. Hello. 我们来 play 这个游戏咯。Please enter. 好。然后 Star Game。好酷，是横的。那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的游戏记录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选这个新的游戏，因为之前有稍微试玩过，那就选这个喽。对啊。New game 吗？嗯哼 ，Mood 这个吧 ，Player 可以两个人哦，这可以两人哦，好像啊，我选第二个看看。喂，好，这个的意思是，我在想会不会变成键盘变成两个人的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有可能哦。对啊，所以改天来试试看好了，但我们先选第一个。选择难度中间好了，这是中等对不对？对，就正常，正常，好，正常，好。你确定你可以吗？哦，正常，这很正常，拜托，这么 easy 的事情。OK， 你就不要卡关。哦，这什么？然后就不准死。嗯，学校吗？哦，为什么有点怕怕的呢？哦，好可爱的小男孩，他就肥肥的在中间，他是 K。Okay. 飞上去了，炸裂！哦，他上车了。这好像蛮科技的嘛，来自外太空的小孩。他不用戴太空罩，他是外星人。他是外星人，外星人就，怎么只剩他一个人？来自星星的你啊！哦，飞上宇宙了。啊，睡着了。他有戴，他睡着了。那个耶，他知道自己飞到哪里去。他好像被传送了哦，出现画面了。那么现在我是一个小男孩，我看见他有戴眼镜哎。哈？他有戴眼镜呢，看到他在中间小小的那个。有啊。他戴眼镜哎，拍了拍帽子，然后，我可以操控了。你看我会蹲蹲，萝卜蹲，萝卜蹲。好可爱啊，短短，我可以蹲着走路吗？也可以，这样比较符合那个爬的感觉。是用爬的吧？他可以用走，也可以用爬的。这样是在撞墙，我觉得虐待这小孩。你干嘛吃土吗？好笑，怎么？名副其实吃土。Z 啊 ，Z， 他不会抓吗？要按住。是吗？不是吃土豪不？好笑！我玩小孩，这是公车站吗？哦，别人都比他大超多的耶，他的胡子太长了呗。怎么 ？The I feel asleep on the bus， and 就是说他在 bus 上面，他在公车上睡着了，然后司机就把我丢在这里。你可以告诉我下一班公车。那个什么时候来？那就下一句。什么？我觉得说那不太正常啊。然后他说：“不过你很幸运，那个车子快来了。”真的、那我应该可以坐车回家了。Yep， 然后我们就游戏结束了。Welcome to Bay， 我很欢迎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等车。可是他们都老了、好难过。对啊，看起来就整个全都老了。那意思是我在这等车喽。对啊，你要去坐椅子啊，那边有个超级豪华的椅子。我可以坐在这里，你看好孤独。而且什么，人家比我还大、好夸张啊！公车停的椅子这么高级，这正常。坐不上去，我太矮了吧？好吧，没有。你跳上的头上，旁边有是黑。什么 ？Well， 那车来。他说那是骗人的。他说他们刚刚讲的都是骗人的。哇、You are not from Earth。 他说你才不是从这附近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你也只是想要逃出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。然后他说，但是如果你跟他们一起等的话，你会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真的假的？这所以是骗人的地方。那他们坐在这里就等了好几百年了吧？就等到都老了。But that man said that the bus was coming back. 然后说，可是刚刚那个老男人说，那个公车快来了耶。对啊。
Grigory。啊 ，Grigory， 啦啦啦 ，He was just a kind， a kind。当他开始等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小孩，跟你一样，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他就在这边等。等到他老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说：“对，他说他的这个年这个世代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，就是接受新的事物的改变，就不接受新的事物改变。然后看一下蓝色的 ，Are you？ 当时说巴士不会再来了吗？然后说是不是巴士改变路线了？嗯，好，结束。好夸张哦。”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的视窗跳掉。你可以按这附近的那个交通有发生一些问题，然后呢，但是大家谁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所以就是，有很少数的那个，对不起，有很少数的车就是会从大城市开出来，但是他们很少会来这里，就几乎没有。该不是完全忘了这个车站了吧？我觉得可能太落后了吧，然后就不来了。但是男女他说那真的太糟糕了。然后他说，但是那里那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到城市。他说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用走的。嗯，很痛苦啊，真的。我的意思说，他说你要走去那里，然后他说我不太建议你那样做。然后他说，但是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也可以啦。然后他说，但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要经过那个城堡，但是没有，目前还没有人可以从那个城堡走出来，差不多是这样。Oh， 然后小弟就说，Yes， 必须。是的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呀？然后呢，他说至少我不会想要继续在这里。所以他想要邀请他加入伙伴。是的，等我一下哦。我非常不能啊，哦对，然后但是祝你好运啦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回到你的家啦。然后说啊，但是你叫什么名字 ？My name is Cute Kur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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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 U R T， 凯特啊，凯特，我叫凯特，可以这样，好的。啊，换我操控这个小屁孩，试图，你看蹲到屁股这边，好可爱哦，不。不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哦，开始游戏了。现在跟着这个，那你要走回家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收集吃星星。哇，这游戏看起来还蛮那个温馨的，一点都不可怕。虽然你昨天我问你要不要玩恐怖游戏，你立马回我no fuck 啊！等一下，刚刚不是说 normal 吗？一点都不温馨。你就知道我昨天的那，我昨天看那个聊天真的超好笑，是吗？叫我破粉丝团，然后你说你要不要实况恐怖游戏，然后你就说好啊，几点？然后立马回恐怖游戏，你就回不 fuck， 我都笑了快五分钟，妈呀，我病了。我又说啊，好了，哎，你真的很弱哎、欸。啊，我要专心了，我要专心。好，少一颗星星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的小孩不会跳。好专心哦，超级专心。等一下，再来一次。Super 专心。摸索他的，我觉得这样，你看一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叫。超专心呀。我觉得第一关就要卡很久了。好，我们要抱着严肃的心情玩这个游戏。哎，大概就跟我那个时候要爬个楼梯就爬了五分钟一样吧。没那么惨的，会。加油，小孩子会。哎呦，差一点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到最后再跳啊，不要在中间再跳。会，好，我试试看。会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小孩子跳跃力怎么那么差、啊？就叫你，你要乖乖慢慢走，不要想。我觉得这比跑步还难。我是说横向游戏很难吗？会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吧，跳快点！会，冲啊！快点，脱离这可怕的地方，好远！啊，不要坐，对，慢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降下来好恐怖。会，他说城堡是指这个吧？
这是城堡。哎，往下，为什么？好吧。哦，不走大门，走小门。哦，哦，哦，走进去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有一个人哎，他会不会把我杀了？他飞起来喽。哎，拍他的脚，摸摸他，拍他屁股。摸他嘞。拍他屁股，空白键吗？哦，这是成就。拜拜。刚刚你开到你的背包，可以用滑鼠吗？嗯，没有办法，应该是用键盘之类的，按 Enter 嘞。空白。空白是跳。哎，没有用。刚刚这是跳。手是什么意思？这也不是。有没有。哎，这原来是 Q 哦。哦 ，Q。哎，其实我没看过你。好，其他角度我看没看过我。好，那我们还在说他只是想要回家，然后他没有做到法师，他说自己哪里啊？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说 ：“This used to be working in the……这里以前是一个就像那种加工区那种地方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东西变了，就是都那个什么人事尽迁嘛，还是没有那个配乐。”然后呢，他说但是他是唯一一个在这边的人，然后呢只剩他哦。对，然后医院离这里很远。Regional City is nine。他说去城市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哦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但是他很害怕，因为那个保全到处都是。然后呢，该不会是刚刚预告看的那个吧？对啊，应该是那个吧。嗯，好，小心，不要惹麻烦。好，那就只剩下这个阿姨是跟我是好朋友了。他应该是阿姨吧？冲啊，小男孩！你可以。Adventure， 不好意思，是 Collection。哦，他说有道具，你要拿，要手机。对。什么？I might as well collect some memories from this place. 哦，那是记忆，这个地方的那个记忆碎片。哦，这个地方的事情。对，就是你要去收集东西，就对了。This old bus. 老巴士。哎，这那什么是 I am hanging on？ 对，这是一个旧的巴士的车票。对。哦，所以我可以坐旧的车票回家。这么快就拿到车票，那应该后面没啥问题啊。不是吧？等一下，我记得好像。这个男孩超弱，因为他如果碰到那个这个像这个车的东西，他就会死掉。啊！真的，你看啊、哦。那我怎么怕睡？你不要从最前面开始哭。好笑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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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et's go， 还可以帮你收集星星。